这个是克罗地亚玫瑰啊，小子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杨静，又来开箱了。这个是一个朋友寄给我的哈，我也不知道里面买的是什么，因为没单子寄过。他这个箱子里面还写啊，售后品开箱视频。然后我为了预防啊，忙给他拍一个视频啊。耶，这株好像是什么？哎，好像又是鲁梦令还是什么？全部用这种那个卫生纸包的。哦呦！哇，这要用多少卫生纸？这是啥？果仁果仁的。哇，这个鲁梦令啊，鲁梦令买好几株，应该是鲁梦令。哇，这个还是克罗地亚玫瑰，他怎么跟我说这个名字可能跟我说不一样？我有这个啊。哎呀！哇哈！这个好大，李一成，哇，这啥？哎呀，这个不是紫罗兰女王吗？啊、嗯，披的婚纱的紫罗兰女王，还有这，看人家做生意，你看吧，你说还想卖多肉，要包几重？看看，要不就坏了。这个是什么贝类感觉啊？今晚要问他一下，到底给我买了什么？嗯，应该没了，摸一下，东西还是好的啊。哎呦，有单子，有单子啊，看一下。哦，粉水晶双头的，这粉水晶，这侧影啊，克罗地亚，还有什么三组，有三组是可能这个，啊，这三组买了这个，啊，知道了，这是一个厦门的朋友啊送给我的，嗯，啊，这个是自己买的啊。刚才这一箱，啊、嗯，这个是海啸，是龙小姐家里买的哈。那天她买这个是火狐狸，又买一株，这个叫啥？红冬云，还有这个很漂亮的啊，这个是好像白玉杂还是什么啊？这个里面有一株什么金红仙子双头的，慢慢掰啊。还有是冰玉。双头冰玉啊，哇，它就是家里有点贵，好像是买多少钱我也忘记了哈，就是这样子的双头冰玉，我那天抢了五株好像，一株多少钱？它这里怎么钱也没标价啊？大家看一下，哦，还有那个它大株的，就是都是卖268，这个是小的双头冰玉。我忘记了，好像也十几多啊，但是开出来有点贵。你看都这么小，都是还好多人抢啊，8.8块还是多少？
大家看一下，都是这样子双头的。不是要种病玉吗？这个是那个黑毯子，小的黑毯子啊。天又黑了。哦，这就是双头的金红仙子，三十八，大家看一下，又买了一株啊。他家的多肉我不推荐大家啊，真的很贵。大家想知道这一家也可以私信给我，我很少买啊，就是那天，好像是双十二吧，然后又进去了，又买一个这个就黑毯子，忘记了多少钱。这里面总共买了119啊，这株还有这株大的是什么我也忘记了哈，先开一下看一下大的是什么。黑毯子小冰玉五株，没错，我记得没错。这株是阿普20块钱，我记起来了。阿普这个看过去很大啊，看一下，开箱看一下啊。哦，哎呀，这个是水砖，特别肥哦。我朋友有送一株，也是这么肥，大家看一下这个。玩这个水砖的啊，大家看，我觉得9块9的那个还可以，它这个就是要控嘛，要使劲的控啊。你看叶片呢，这个都可以掰掉，就是这样子了啊。好像20冰玉应该一株，这个38冰玉一株多少？这株多少不懂，我总之这里面买120，这个20，这里面这几株100块钱，大家看一下，黑毯子两株，这个刚才说了金红仙子双头的一株，然后其他都是冰玉的，是不是？大家说，可能这个可能会贵一点，应该也有10几块钱，也没5株有，好像是八块八没错。8块8，5株买了44加38，82，这两株好像也是10来块钱啊，就这样子了。好，我等一下修根修一下再来，你走边。哎，就好，摸黑呀，又开了3箱，有一箱是。又是美女家的哈，美女家有一株海啸，是我家没有的哈，新品种海啸，好像是薄叶系的。还有一株就是红冬韵，还有一个火狐狸，还有一株是刚才说了是这个月影杂吧，啊，是金控的，有点金控的。我家里也有一株哈，另外的这一株紫罗兰女王啊，是厦门的一个朋友送我的。它还有这里面是华兰西玫瑰，就侧影，还有一个就是克罗地亚玫瑰，还有一株是他自己买的，后来也寄给我了。这个应该叫什么贝瑞双头嘛？这个是感觉很像卢梦令啊，是卢梦令啊，双头卢梦令。还有另外一箱就是。我有时候也在这一间买的哈，这株就是阿普20块钱，大家看一下，虽然很大，但是它真的是称得上是水砖的，是水砖的哈，完全的。还有这些就冰玉，我又买5株啊，冰玉。刚才去看了底单哈，这冰玉没错，我记得没错啊，就是双头的8块8，又买了5株。这个黑毯子一株9块9，所以说他这个直播间我今年就买了2、3次，大家一直说我是给美女做广告，其实不是的哈，美女就是买的多了，我在他家买的比较多，然后我就拍成视频啊，觉得性价比还是比较高，价格也适中，所以就推荐给大家了哈。好，今天又开了这3箱多肉，天又黑了哈。
好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关注，喜欢的可以收藏转发，拜拜。